们看看现场摄影机在哪里？在这里有一台，对不对？画面中的小朋友由老师和家长陪同到中嘉宽屏吉隆的摄影棚来参加小小主播营活动，跟着主播的教导练习调整呼吸的节奏。大家好，我们中嘉宽屏今天呢邀请到了一位小小主播，请问你叫做什么名字呢？吴艺少。吴艺少，艺少，请问今年你几岁？5岁。5岁，非常好。那艺少，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你来到这里你的感想是什么呢？很开心。很开心，还有吗？很快乐。很快乐，还有吗？很害羞。很害羞，嗯，还有吗？没有了。没有了，好，我们谢谢艺少的分享。今天来这里觉得好不好玩？好玩。这些小朋友年仅2到6岁，中嘉宽屏吉隆举办的小小主播营横跨不同年龄层，希望能让小朋友们从小接触新闻，培养良好的媒体素养，家长们也非常乐在其中。那体验之后觉得怎么样？很好玩。那妈妈觉得呢？哦，可以让他们感受到不同，原来摄影棚可学讲话跟了解看故事都可以这样子学描述，还蛮特别的一个体验。我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我是真的觉得很有趣，而且很意外，就是原来在摄影棚里面是可以有这样子的教育意义的活动，我觉得非常棒。透过小小主播营，小朋友们能实际进入摄影棚参观，了解摄影棚的运作过程，体会当主播的乐趣。记者黄日升、陈淑萍、李亮杰、吉隆报道。